好久没有来了，鄱阳溪水变很清澈，应该很难钓，看看吧。这边路被封起来，我先来自己走下来。哇，垃圾好多，会不会垃圾直接丢下去？那一天溪流很大，那溪流小很多了。蜥蜴，今天测试一下这个钓竿。后面的这个八尺的钓竿是有路的，原来钓的痕迹呢超明显。喜欢钓野溪，我那个地方就很棒啊，那个濑区就很多鱼啊。好，顶将那个十八尺的木印两颗，接三颗这个小咬签钩子，秋田钩。好，待会钓那个标点。OK。这边是钓，稍微有点质感。
地形变了。及时雨啊，麻烦，变大一点，这雨是还好。马口，小子，会不会下很久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这个雨看起来是零星的雨。哦，大西哥，处理完毕，回去。小马口来抢油，抢很凶。马口鱼。下雨喽，天空黑了，这边还有人在这边烤肉，烤肉完垃圾也带走吧，那个垃圾不知道是不是你留的。哦，好凉哦，凉爽。我大尾哦，一哥，我应该是马口啊，这水流比较缓。水太清，大条的比较不敢游。啊，熊猫，这个信走走。现在水温很低。鱼比较会咬的，马口鱼。哇！灯盘，哎，灯盘还在啊，变得比较浅。上吊。
变那么浅，之前真的很漂亮，这地形变了，囤掉了马口鱼，吼吼，它直接撞我的浮标。哇，这一颗石头很漂亮啊，可以讲明一些这个的褶皱地形。哦，这我觉得是浮冰的啦，浮冰。你夹掉的唔紧张，呜，大条了，哇，大西哥是没有感染黄鳍。真是不错，健康，嘴巴大大的，哎呀，没有感染，哦，很健康。不错哦，再上去一点。这位鸡哥有感染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这个鸡就 OK 了。要吸我，马口整个数量超多的，爆表。
垃圾等下回来再捡。糟糕，本来想捡这一颗石头的，很漂亮，还是捡垃圾吧。